没事，你说嘛，没事，没关系的。这个我们啊还需要慢慢了解，然后起码得给我一点时间嘛。啊，大概要给多少时间给你？三个月左右。三个月是吧？我觉得应该足够了，就足够了解你这个人了，也可以多了解一下我。然后如果说哪些做得不好你可以教我啊，是不是？我直就是直说的话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不会，你就是要直说，如果你不直说的话我不知道的。对，我会的。会的就好。然后我也挺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。我们互相成长嘛。如果你觉得我哪方面做得不好，你就跟我说就可以了。你的话基本上都 OK。找不出。你可以慢慢找嘛，慢慢找跟我说就好了。我的要求不高的。待会儿逛一下。那你要待南宁三个月吗？这个你说要给三个月时间给你考虑，如果说我就这样子回去了好像也不妥。那我待在这里的话一定要吃住，以后住宾馆的话80块钱一个晚上还是挺贵的，到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找房主租。对呀，这边房租挺贵的吧？像小区的话会贵一点。哦。像